吃点水果吧。哎，好的，谢谢。依璇说，她到医院检查身体了。亲，您看，这转了一圈吧，还是亲家。是啊，这种情况挺让人难以接受的哈。他爸爸到现在都转不过来向。不过。 我还是得过来看看他，我惦记他。听了你这话，我心里就舒服一点了。我自私，我就想要个孙子，可我又觉得对不起月儿。他在那边好吗？哎呀，反正就是慢慢调养情绪呗。 天保佑！依璇和明宇过得怎么样啊？他们吵架了？要是吵架，那倒是好。亲家。 现在我们的日子过得是一团乱麻呀，我真是连寻死的心都有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怎么回事啊，大姐？你跟我说说。你别哭，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跟你告状。 明玉也有不对的地方，可依璇真是出了格了。结婚的当天晚上，他们俩是那一通打呀，他把明玉这里全挠出血口了。我说的，他就扒开衣服跑到门口去大吵大闹。你说我怎么办呢，亲家？ 别哭，别哭，大姐啊！哎呀，这孩子让你操心了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你爸爸说的没错，你们互相不信任，这不是互相折磨吗？啊？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为什么非要和夏明宇结婚，不顾一切？今天跟妈妈说一说吧。已经走到这一步，我什么都不想说了。不说不行。母女连心，为了你，我整天提心吊胆的。听了夏明宇他妈妈那一番话，我。 我浑身冒寒气，你跟妈妈说说吧。他妈当然向着他说话了。这个我知道，错肯定不在你一个人身上。夏明宇的为人，夏明宇的人品，我和你爸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一璇，我就不明白，你为什么非要和夏明宇结婚呢？啊？ 为了钱，是的，你当初说过，你说你要挣大钱，你说你要把萌萌接到身边来，就这么个挣钱法。你们把我当卖身女了是吗？你别侮辱自己，妈妈没有这个意思啊。 是也没关系。我和夏明宇现在就剩下金钱来往了。每个月他都给我5000块钱。可是他的算盘打错了。当初我就告诉过他，不要来招惹我。可是他以为我在开玩笑，以为我在向他撒娇。
还要满足他的成就感，他要报复我当初离开他的一箭之仇。妈妈，我真的不是一个随便被人玩弄的女人。你们俩连旧情复燃都不是。 那你既然知道他是这个目的，你怎么敢跟他发展关系啊？你胆儿也太大了吧！这个是我后来才明白的。我从沈阳离婚回来，心里面特别的孤独。我爸爸总是对着我唠唠叨叨的。 我心里面的痛苦，没法跟你们聊，在这的朋友断了联系，只有夏明愿意听我倾诉，我就以为我们旧情复燃了，我就拼命的想抓住这一丝温情，好让自己觉得生活还有希望。可是没想到。 没多久，他对这种关系就腻了。其实他是害怕了，因为那会儿他盯上了教委的项目，他有求于我吧。他开始跟我讲人伦道理，一副虚伪的样子。可是我。 我已经陷入这份感情，真的无法自拔。别哭了啊！今天晚上不回去了，就从妈妈这儿把心里话都跟妈妈说出来啊。 前一段跟你沟通的不够，妈妈有很大的责任。不哭了，妈妈有很大的责任。有爱好，秋秋。写错了，来，把它擦擦干净。哎，嗯，来，写好了啊，给。哎，对。哎，对。 春，吃温春。哎，擦擦干净，好好写。啊，慢慢写。喂，哟，齐东，有事儿啊？星期六，是你来县里还是我去陆家湾看你啊？你看我干什么？ 商量一下我们俩以后的工作方向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技校再有半个月，就能交付给县教育局了。还有，我回不回北京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技校交付只是硬件交付，接下来怎么招生、怎么办学，还有好多事儿呢。这才刚刚开始，我不是跟您说过吗？你别总急着回北京，要走的话也得过个一两年。 也得等技校一切步入正轨之后再走。那就更得好好商量商量了。这样吧，星期六我去卢家湾，你等着我行吗？好，再见。姐，咱们今天吃疙瘩汤。好啊。 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发烧了？没有没有。好了，走走，没有。啊，去了。咖啡那个写好了吗？哎，写好了，我们现在写上中下。快点快点，糖姐立的。啊，下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 我来了。
你们这些孩子在这站着干什么？打球去。 跟你们老师说点正事儿，快去！一会儿谁投篮投进去，我给你们奖励。快去！同学，我们不需要再铺垫了吧？ 我喜欢你。 善良的人是不会说我们闲话的，歹毒的人不是也处心积虑的要把我们捏合在一起？所以说，所有的人都认为。 我们俩应该在一起。启东，认识你这么多年，没想到你还这么不熟。这个家伙跟丁飞有关系啊，他就是敲诈我的其中一个。没想到他跟冯一贤也有关系。好啊，太富有戏剧性了。 你走之后，我就让人一直盯着冯姐，冯姐也一直没来过公司，也就是和这个男人碰过两次面，喝喝咖啡，每次时间不超过一刻钟。我觉得这事儿没什么重要的，也就没跟你打电话。要按这么说，这事儿他长大了，大的没边儿了。冯一贤跟他们有来往，这说明了冯一贤知道丁飞的下落。 他们想干什么呢？把丁飞的事情折腾出来对付我。他们是怎么找到这个人的？不对，这里边一定有不知道的事情。还能找到这个人吗？我记下了他的车牌号，顺着这条线索，应该没有问题。 悄悄地找，尽快地找。启东，你要知道，我已经不再是个完整的女人。
我再也生不了孩子。罗爷，跟我在一起，你自己首先要把这段阴影赶走，你知道吗？在我心里，你就是个完整而又完美的女人。你不像是来商量的，像是下醉壶通牒。我们已经铺垫了太久，我感觉我们是相知相守，水到渠成的。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之后，我们应该享受美好的生活，而且我们不用再生孩子。我的女儿就是你的女儿。那首先得你愿意接受的。我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你好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给你接风啊！昨天嫂夫人给我们打电话，让我们今天务必来，还说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，大家聚一聚，热闹热闹。啊，是是，啊，那行，你们先聊着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出什么幺蛾子啊！昨天你打电话回来说今天回来，我顺口就跟他说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刚才你那些朋友啊，就陆陆续续都上门了，这屋里还有好几个呢。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冯贤呢？一直躲在楼上没露面。明宇啊，我听他们的话茬不对，你那些朋友怎么好像都以为是月儿请的客呢？我也不敢多说啊。他们不知道我离婚了。这个混蛋的冯贤，他是强行登场，在我朋友面前亮相。哎呀，那你先稳住，没事。你好，是夏明宇先生家吧？是啊。啊，您订的饭菜给送来了。嗯，好好，啊，送进来吧。啊。王总、周总，你们先聊着啊，我进去看。
各位都来了啊！啊，李总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王总，王总，哎，美女你也来了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张总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陈总，你好，终于从大连过来的。是是是啊，一路辛苦。刚下飞机啊！你刚下飞机。哎呀，非常欢迎大家来光临呢、啊！我这也是刚下飞机啊。你这样，你们先聊着，我上楼上换件衣服，待会儿呢咱们再说。啊，好好好，你忙你忙。把我介绍给你的朋友吧，我们下去站在等。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妻子，我们刚结婚。今天呢，请大家来呢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吃顿便饭，主要是让大家在一块聚一聚。大家好，我叫冯一璇。怎么回事？我跟明宇是大学的校友，我们两个没有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，是因为明宇他为人低调。今天把大家请来，是请你们喝杯喜酒。啊，来开场白够了。你这样，你去安排一下送餐的，把饭菜安排好。郭姐准备就行了。那你先上楼上休息，等开席之后我再叫你。啊，那你们先聊着啊，愿意打牌的你们自由组合。啊，待会儿见啊。怎么把小姨子给娶过来了？这个是是他小姨子，对，就是他小姨子，就是怎么娶起来的？这很奇怪呀。是。你会后悔的。我不是旧社会的小妾，也不是现在的二奶。我要作为你的妻子，光明正大的亮相。亲爱的，别生气了，换身干净衣服，下去接待咱们的客人。你放心，我什么都不会多说的。你折腾到头了。什么叫折腾到头了？我觉得我们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。老师傅在屋待着，不然你下去别动。我给你时间下楼去给他们解释我们俩的婚姻。什么时候该下楼，我自己知道，不用你讲。有你受不了这样的时候。你也是做生意，为了钱是吧？我不明白您的意思，您是想咨询什么吗？哦，这么说你不记得我了？我们见过吗？做私人侦探的人，脑瓜应该非常聪明。你陪我老婆喝咖啡聊天，在此之前呢，你绑架勒索，我要把这个情况告诉警察，你应该知道什么结果。眼珠子不要乱转，你应该明白。我找你，一是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但是还有二，如果你不说实话，三分钟之内我就报警。不要逼我撕破脸皮。
那我问你，第一个问题，丁飞在什么地方？他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我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。他和你一样，都是被算计的对象。那天晚上事情了结之后，我就警告他永远不许回这个城市。他已经吓坏了，连夜就坐火车走了。他没有背叛我。那个自称是他男朋友的人，是你的同伙。同事，那是同事。同伙，同伙，同伙，您别急，您别急。其实这一切都是您太太要求我们替他办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也是太贪钱了。第二个问题，冯贤是怎么找到你们的？直到现在，他们找你干什么？把他说过的话一句不漏的给我讲出来。您，我觉得您还是多问问您太太，你们夫妻之间要多沟通。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事儿啊。我先跟你沟通。已经说了一半了，你现在不说没关系。我相信把这些说的放给警察听，应该也能判你几年了。啊，陈州策判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呐。我就送你们这句祝福的话。再让我多说些什么呢？我也说不出来了。在你们年轻人面前，我是变得越来越没自信了。爸，您还没自信呀？您能让齐东去找我，就说明你确信您的判断力。这么说，我还算办了件正确的事儿。哎，你们今后怎么个打算？小叶，你说吧。还是你说吧。啊，我想等小叶把罗家湾小学代课任务完成之后，大概一个月吧，带小叶去北京，见见我的爸爸妈妈，还有我的女儿。更重要的是要带她去好的医院，好好检查检查。啊，齐东说了。说这个学校要是完全步入正常运转，最起码得两年。这两年，咱们一家人帮着县教育局把学校做好做大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考虑自己的事情。一家人，对，一家人。我去准备做饭。你们接着聊。冯老，您有心事儿，是不是？师母打电话跟你说了什么？小月在这儿啊。有些话我不好说，那您就跟我说吧。一璇现在跟夏明宇的关系啊，是越来越糟糕。怎么说呢？可以说呢，他们俩人之间呢充满着阴谋。一璇到现在还执迷不悟，你师母又担心呢，这样下去呢，怕出大事。我又束手无策。这样，我们一起去找逸轩，好好的跟他谈谈。你肯找他，他可伤害过你呀？他伤害我那是一时的，我不会在意。逸轩伤害的最深的是他自己，还有你和师母。如果小月能不计前嫌去劝他，我想效果会更好。
一次他付给我20000块钱的报酬，让我捉奸，然后逼你打电话给如月，让他带10万块钱赎你。其实这一切都是您太太要求我们替他办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也是太贪钱了。我不知道这堆乱七八糟什么东西，我听不懂。10万块钱的赎金，除了你给那个人2万块钱的报酬，你从我这儿骗走了8万块钱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再说一遍，我听不懂。你一直在拜我，到今天你还在拜我，你毁了我跟鲁月的婚姻呢，败我的名声，败我的事业。是你毁了我，你一边养情人一边勾引我，你把你干的一切都给我写过来。行，没什么可写的。阴谋败露就是想溜啊，把所有的交代材料写清楚再溜。放了，必须写。写，我写可以，我写下你和陈曦怎么陷害卢月和齐东的。你抓不住把柄，抓不住，抓不住，知道吗？放开我肚子里的孩子！给他打掉，现在给我打掉。坐好了。看清楚了，看清楚，这个人一直要跟踪我，给我写，写和他怎么勾结在一块害我的全部过程，写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信。给我写，写。Thank you.
启东，陆爷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出大事了，一璇被车撞了。师母刚才来电话，是夏明宇撞的。我没放了，马上回去。他为什么要撞他？一璇还怀着他的孩子呢。哦，伤得厉害吗？师母在电话里一直在哭，没说清楚。哦，方老说，让你不要露面，我随时跟你联系。啊，我先走了。到了要出大事儿，可我没制止住啊！出事儿的时候啊，一璇正跟我通电话呢。关键时刻，他还是想到了要一口家人，想到了要一口我这个妈妈。